这个就是佛教徒的慈悲心。但是这个慈悲心不是讲在嘴巴，要把慈悲心变成一种责任。就像我们爸爸妈妈不能没饭吃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今天上午我们去汉江放生，放生是救动物道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跟我们大和尚做观音施食，不施食物给那些恶鬼道，所以施食就帮助恶鬼道死亡的，包括祖先。我们佛教的重点，大乘佛教讲的就是慈悲心。我们要感受到地狱道、恶鬼道或是动物的痛苦，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。接着由近40位身着韩国传统服饰的女众居士所组成的地藏禅院合唱团，怀着欢喜前进的心，以庄严优美的音声供养，献唱数首脍炙人口的韩国及台湾佛教歌曲，欢迎来自台湾的弘法团们。在氤氲缭绕的香气中，深深雄浑的梵声搭配清脆的法器，唱诵诸佛如来慈悲的经咒，此起彼伏的诵经声庄严回荡，弥漫在大殿内外，以祈请上师三宝护法慎重降临纳寿，遣除违缘障碍。法鼓点点，唢呐清扬，全场静默。在庄严的修法中，有两位僧尼双手手持法螺，随着鼓声的跳动，在佛前踩着曼妙的莲步，极有节奏地挥动手中的法螺。他们肃穆的神态、专注的神情以及身心的全然交付，舞出对诸佛菩萨崇高的敬意，一步一动皆令人动容。
法会中，再度恭请海涛法师上超度祝福文。愿以所修诸功德，愿以所求功德，悉皆供养三宝尊，悉皆供养三宝尊。愿佛圣法普昌隆，愿佛圣法普昌隆。善业回向诸众生，善业回向诸众生。愿请经书恩仇等，永离四苦三毒害，解脱生死轮回海，得证佛果不退转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在祈福法会上，除了弘法行团员外，还有许多的韩国当地的佛教信徒和民众参加。海涛法师与安阳地藏禅院院长玄浩大和尚、西众法师和信众共同念诵《般若心经》等经咒，把佛的智慧、慈悲及光明表现出来，为三界十方一切苦难的众生祈福，并愿生者远离苦难，逝者早得解脱。大众随着法师的慈悲引导，唱诵诸佛的经咒，将心中的虔敬化为绵绵的法音，刹时如海潮般的佛音泛声，回荡在庄严的大殿中。祈愿亡灵们及法界众生皆能普沾三宝的加倍，得到供养及法闻，而放下一切挂碍，上品上生，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净土，离苦得乐，使现场呈现无比的庄严殊胜。整场法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，最后在玄浩大和尚致赠海涛法师极有意义的环钟，以象征正觉之音，无远福界，为法界海事振聋发聩之意义。庄严的仪式为法会画下了圆满的句点。即无上法鼓，妙音遍十方，顶礼诸如来，慈悲济群礼。祈愿借由此次安阳地藏禅院殊胜的慈悲超度法会，祈请上师三宝积聚六度波罗蜜资粮，下施六道众生，消除业障，得生善趣，成就无边功德，并将佛陀慈悲大爱愿力驻足韩国。愿佛法带来的光明如同普照的太阳，使这一方的众生获得无颠倒的圣意，进而传播到世界各角落，回向世界和平，让众生皆得修持正法，获得究竟解脱。
辛苦了，谢谢啊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。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：503238588，503238588，户名：台湾燃灯功德会。生命电视苗栗菩提道场举办新春祈福法会，礼拜三千佛，点灯、供水及甘露施食，恭请常住法师领咒。日期：1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，地点：苗栗菩提道场，地址：苗栗市中正路621号，联络电话：0373360026，0373360026。喜拜佛迎新年，生命电视盐水药师道场举办新春礼千佛祈福法会，点万灯、供万水及护生，恭请湛净法师领咒。日期：1月28号星期二，大年初四上午9点，地点：盐水药师道场，地址：台南市盐水区安内里新安内1-12号，联络电话：0665221700，0665221700。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特为重症病患及49天内往生者回向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